我查一下那个一些对那个我要提的是那个亨利啊，亨利是不是春利，是亨利，那他是我的目标是想要，就是因为最近我在 iPad 上面有看到，就是一键开松，那我觉得那后面是不是可以追，就是一键成为坑主，然后跟一键就是追杀你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平台，是可以让参加坑的人呢，他就是持续的有坑跳，不管他愿不愿意。不过这不是愿不愿意不是重点啦，是因为这一个坑它非常的。非常的就是有说服力，这是前提。那后面就是大家参与者呢，就会持续的被这个系统提醒。所以呢，我的目标是造一个可以推蛙跳的有机的核心。哦，如果你是用 Mac 系统的话，你看得到这边有一只鸡。对，好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在台中有维持一个读书会，它六年了。我进去三年以来呢，就持续每个月都会有人新人加入。然后呢，觉得最近一些事情呢，我可能要离开。但是我觉得，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一个系统就可以做的事情，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平台就，可以维持这个读书会的运行呢？那其实目标是固坑跟固照顾的固跟巩固的固。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会有一个，如果在座有兴趣的话，我是不是有一个，其实像居里咪的持续都有大松，那我可能也会跟居里咪的大家去。请教我怎么去建立这个报名与通知的周期，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建议的话，是不是就是直接给我建议？那这个功能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实体，就让参与者报名之后呢，他自己就莫名其妙成为坑主了？那坑主是怎么样？就是要请他呢，也提出自己就尽量去推意见，包括可能是电子邮件的提醒，或者是 Gmail 的那个 Google 日历的提醒。所以后面这个系统可能会是长这样子的，会有一个招呼大家来报名的页面，然后接下来是大家填完报名表之后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变成 host 了，就是读书会的主持人。那其实我们读书会就是这样运作的，我最近就是从每个礼拜两天开到每个礼拜三天，然后就是帮大家排，然后大家其实也蛮乐意去参加，因为其实我们读书会延续六年以来，就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的在里面用英语交流大家的生活经验。所以我觉得后面可以加的是这个自动提醒的一个功能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用人力啊，其实也是做类似的事情，那目的都一样的，就是要请大家参加完这一个活动之后呢，能持续的来参加。所以是不是有一个系统能就是自动寄 email， 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好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以上这些人了哈，麻烦您如果有任何建议的话，再给我意见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